没错，工作不分贵贱，最重要的是不违背法律，不损人损己，也不损人利己，违背良心。即使是路边的清道夫也好，他们的工作仍然是高尚的，毕竟他们在为社会服务，在为社会贡献。对，最重要的是问心要不愧。没错。好了，说完了现代，我们就来谈谈古代吧。古人一有空就会题诗写作，要不然趁现在有的是时间，我们不妨来较量较量一下，试试看古人的作风吧。好吧，你尽管放马过来。那我们就以一首跟月亮有关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可是李白的夜思哦。你分明就是优先，算我有的是实力，你给我打开耳朵好好的听。好，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独随我身。暂伴月徘徊，我无影凌乱。心事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恨。怎么样啊？这可是李白的月下独酌。哎，刚才我真的是献丑了，小妹甘拜下风，小女也不敢当。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然不像平时那么枯燥无趣。对，接着下来是动人心弦的提琴演奏，他们将呈现两首如月光般温柔的曲子，分别是《天南天地》以及《月亮代表我们的心》。来，掌声欢迎他们老师来请我们。Thank you.
动民间，一名歌手则用他的歌声来为他的歌迷带来感动，而我们刚才那一群小提琴演奏的同学则是用心来为在座的各位带来感动，所以他们是不是值得在座的掌声呢？观众们，你们的掌声就是我们的推动力，因为有你们的掌声鼓励，我们将会表演得更落力，也因为你们的掌声鼓励，中华不止飞那么简单，是飞得越高越远。谢谢。那么有一个经典名句说道，姜还是老的辣，这是不是意味着人越老就越泼辣？当然不是啦，人越老人生经验就越多，看过的世面也自然而然越多，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他们就越来越精打细算。哦，这我明白了，那高兴呢是越古老就越有价值咯。当然，就像刘邦啊，他手上所拿的斩蛇奇异的赤霄剑简直是名留千古，剑气惊人。